然后不要再对今天的光有意见了，因为今天我打光的那个东西就是坏掉了，然后我没有那个圆圈的那个，因为有人会说我这样不专业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会不喜欢弄那么多无微博，是因为我不想要让你们看到我本人的时候发现我长得怎么不一样。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希望你们看到我本人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许兰芳就是长这样。我不想要在直播上面或者是一些影音上面弄很多，或照片上面啦。当然照片现在有一些什么鱼尾纹啊，什么纹路啊，就是该让它尽量唯美的我还是会处理一下。那但是我会尽可能的维持我的原状，因为我很不喜欢，这是我自己而已，我不喜欢别人认不出我的样子，不管我长得是美是丑，我觉得那都是父母给我的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就是接受每个人的样子，自己的样子就好了。因为我觉得美丑它是一时的，而且那个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，是父母来的。那真正能决定的是我们内在的东西，我们头脑里面的东西，那个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。美丑啊，现在好像有医美哦，好啦，你要改变也可以啊。但是我希望如果你要去做医美的话，是为了你自己做的，不是为了你的伴侣做的。因为假设你的这个伴侣喜欢什么样子，你做了，你的下一个伴侣不喜欢，那难道你要一直换吗？不用，永远做最好的自己。